小敦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上场吗？但是什么心情呀？喜欢这个奥运赛场吗？喜欢吗？那你今天也要好好表现哦，加油，快去准备吧。有很多人等候，可谁能给我那样的感动？不想和你做朋友，也显得失控，还希望有你温暖我胸口。不想和你做朋友，我会在等候。墩墩，谢谢你，再见啦，拜拜。